我却在列王面前为你作证，毫不畏惧。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神父早安。 我们今天纪念一位殉道圣人圣尤定，或是酒的翻译是有司定。有司定，他从小的应该是年轻的时候，他就去学希腊哲学。 在学希腊哲学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就告诉他说：“要介绍有关耶稣基督的圣教会。”他一听到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教会，他慢慢的去学习，以后他就灵洗了，灵洗，最后他就成为神父。他当神父，他就觉得。 说，作为一个学者，基督徒的学者，应该利用他的知识帮助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就开始利用他的这样的知识。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也有一些的异端，他就 写了很多很多的书来辩护我们的教会的教义，最后他就被抓了，因为那时候是基督徒是被看成是一个邪教，他被劝说要放弃他的信仰，但是他坚持到最后，他牺牲他的性命。 为了福音做见证。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借世人视为愚蠢的十字架，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卓越知识，奇妙地授给了殉道圣人有司定。求你引他的转求，使我们能摒弃惑人的邪说，常忠于我们的信仰。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门。恭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 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妄的；对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大能。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除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经师在哪里？ 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
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天主，天主就以自己的智慧决意借着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在犹太人来看固然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来是愚妄，但对那些蒙召的，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能力，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笨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我要时时赞美上主，我的口不断赞颂上主，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悦。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让我们齐声颂扬他的名号。我寻求了上主，他就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你们仰瞻他，就会喜形于色，绝不至满面羞惭。困苦的人一呼求，上主立刻俯允，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有上主的天使扎营护守。请你们体验并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赞美主。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它就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上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好照耀屋中所有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
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天上的父。你们不要以为我乃是要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都过去，法律的一撇一划也绝不会过去，全部都要成就。所以谁若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是谁若遵守了，也这样教训人，他在天国里要成为伟大的。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平安。神父平安。记得小的时候在印尼上主日学，上主日学，主日学老师就那天带领我们认识圣人，认识殉道圣人。那他们也讲了一些的故事，圣人的故事，哪一个圣人是被杀的，被斩头的，哪一个圣人是被火烧的。那我听了这些圣人他们所做的，我的心中感觉是很奇怪，小小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轻易的让他们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结束呢？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轻易的让别人给他们杀掉呢？把他们杀掉呢？那为什么他们就是这么容易的接受说他们的身体要用火烧掉呢？以后呢，我就跟老师讲，老师，我想如果是我，我应该在他们面前，他们要我拒绝我的信仰的时候，我说好，我不会再相信了。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要继续相信耶稣基督。我想这个也应该很好。第一，我保命，我保住我的生命；第二，我还可以继续相信天主，相信耶稣基督。那如果我这样做的，应该是 OK 的。但是老师就说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就是我们背叛了天主，就是在别人面前，他们要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勇敢的要站起来，要告诉他们，这个是我的信仰，我一定会坚持，我不会这么容易的放弃。就是圣人们他们所做的就是对的。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是还是很奇怪，老师这样子讲我还是没办法接受。但是慢慢的就知道了，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应该坚持到底。在今天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使命。他用的比喻是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地上的盐，盐如果食了味，油它怎样的会变咸呢？它就没有用了，它不再是盐。如果没有咸，它不再是盐。我们也是地上的世界的光，我们世界的光。那如果我们是光，我们就是让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光。那我们成为光，我们让别人也可以在光的照耀下过生活。以后呢，也是一个建筑，建在山上的，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无法去隐藏。那耶稣所讲的这些的比喻，就是说你们有一个使命。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让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别人透过我们的生命看到，透过我们的生活，他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看到真理。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说今天的
圣人圣有定或是圣有司定，他是叙利亚人，但是他被抓了之后就送到罗马，在罗马监督面前他就要做见证，当监督问他说你读了什么书，他说我什么书我读了，我看了很多，我研究了很多，到最后我就研究了有关耶稣基督，我就相信了耶稣， 我就接受了这个的真理。以后呢，总督还问，那么你这样的你是基督徒了，他说对，我是基督徒，他没有否认我是基督徒。以后他就说，那如果你想要继续生活下去，你向这些的神明去献祭吧。有司令他就说，我不会去给邪神献祭，我不会去向邪神献祭。以后这些监督这个监督还在问，那你知道如果你拒绝，我有权可以把你杀掉，结束你的生命。在场的不只是有司令，也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在场，有司令跟在场的基督徒同声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被你杀掉，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他们真的是世界的光，透过他们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光要放射出去，他们是地上的盐，让别人可以尝到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把他们的使命真的是放在他们的生活上。圣有司令跟在场那时候的殉道者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我们遇到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能有一些逼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信仰，不一定有人来告诉我们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可能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的一个结构的力量逼迫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信仰，或是跟随他们所引导的原理，我们的信仰的教导，我们也应该站起来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保护我们的信仰的真理。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给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天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
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历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